时间应该有空吧，多吧？不得空，不得空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八，我们今天叫那个剪瓦的师傅啊，来看一下那个瓦，看一下上面能不能上去。啊，剪瓦师傅马上就来了。师傅，等我们把门打开，你去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敢不敢上去哈。是啊，可以啊。看一下安全不安全哈。可以可以。对对对。那好大的料是不是？有一点哦。你看。那可以啊。这个可以吗？不是，我怕它上面的那个木头，怕年份久了有一点。那个老板可以不？但是好像我这边这个房间稍微会严重一点。你看这个。这个不可以剪了。那上面瓦剪得了吗？可以剪了。可以啊。可以。那你看一下这个瓦。那要看那个瓦和那个老板信任您去就可以，信您不起就不要去剪了，不是。那我肯定没要，我看一下，我去试一下。现在师傅上去看一下上面的楼板的情况。这里啊，我以为你上去。这个房间可能稍微好一点。对，这个好了。就是那边。这个可以信任您起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挂瓦后，你只要信任您起就可以了。就是说可以站得住人。对，站得住人就可以了。这不行啊。这不要站在这里。这不要站在这里，这也不要站。那个洗碗就可以到这里去，还没有收拾出来，看起来就有点旧的感觉。其实可能收拾一下也蛮好。是吗？很凉快哦，进来。是啊。你看外面那么热，进来。小林，这个房子要一点时间。是不是？劝坏了。师傅。你看我们这里那个瓦会不会要添加多少呢？肯定要增加1000多了。要1000多瓦？要，没1000多瓦就不行了。那你们有瓦吗？有了。有啊。我给你买啊。小心哈。你放心，这可以了。这里这可以了。这里可以哈。这可以。那里应该圈坏了。可能就是那边那个房间有点那个哈。那边可以有些，那边因为它那里薄了，坏了。小心哦。有一天时间够不够？一天时间剪得了，剪不了，剪不了。就补那个料，是不是？那要几天？就是漏的地方就把它剪好就行了，其他地方就不漏的就不用嘛，就是漏的把它剪好。你不用的，你看吧，也要找个脚步过来，是不是？你过去不了啊，你找不了啊，是不是？要剪就全要剪掉，因为上面那些就要一天都能去搞。那一天要多少钱呢？我们现在就是240块钱一天，吃两餐饭。吃两餐饭。那你那个瓦片是多少钱一口啊？对啊，我没有瓦片，对啊，他们买瓦的就要知道1毛就1毛，这个那是便宜的。那你大概这里剪一下，如果说就按你说的全部剪，要多少天？这里是等的是看一下，1步2步3步4步。5步6步7步，14步的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多少步，我看不清。对，我不包洗碗，要叫别人洗碗。瓦。碗要拿上来，拿到楼上去，我拿啊。你的意思是说你在上面，然后要有一个人把瓦递上去？没错。这个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帮忙嘛。这是可以可以。大家齐心协力。不可能，我在上面捡，是吧？我有下来捡来拿瓦，你5天都捡不完。这个是我知道。知道吧？对。是真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哪天定好时间就打电话给你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可以。你这段时间应该有空吧？对吧？不得空。不得空啊！你看好多人打电话给我。那要排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师傅。那现在你瓦看了啊？也麻烦你啊。就是说到时候你在这里剪瓦的话，吃两顿饭啊。是不是？吃两顿饭。就是中午跟晚上嘛。做2000碗。不是，吃饭是中午跟晚上，吃两顿饭。然后瓦的话要2000，要2000，要补2000瓦过去，要2000，这样子是不是？你不补瓦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看了这个房子的话，这个结构，到时候你上去捡的话，安全吗？安全，安全，是不是？那没有关系，
那没有关系啊、哦，是不是？那个碗呢还是可以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可就是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就这个这个碗的那个罗浮的话，你看的是没事啊？哎，没事。那个没有腐朽啊？哎，哦，这样子。那个还可以，嗯，是那个可以。剪码剪了多久了？剪了30多年。剪了30多年啊？哦，那我19岁的时候就开始剪碗。19岁就开始剪碗？哦，我因为我没有娘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就没娘？哎，7岁就没娘。那也。那也挺不容易的，说句实话。是的，没错。捡不了的东西，我就不会踩过去，是不是？你既然捡了30几年的瓦的话，说明你就是说这个经验方面还是有，是不是？是。专业吃这个饭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的，好的。好的。嗯，那到时候就是说，你大概多久之后有空过来？嗯，最少要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。嗯。好。要天气凉快，天冷了。怕我们心里吃不消。好，是不是？这个你自己看嘛，你看什么天气比较合适，你就什么天气过来捡，啊、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说好啊。啊，嗯，可以。你看，像这个就不能去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不能去，我们就不要去。到时候我们配合你们，好不好？是，没错。好的。啊，我看这个还是可以，这个、嗯、可以是吗？流行歌曲听了很多，却记不起来哪一首歌。